另外，許樹昌表示，政府正係考慮要求密切接觸者嘅密切接觸者喺14日內留樣本，可能需要跨部門動員人手。而家考慮緊就係可能幫嗰啲緊密接觸者嘅緊密接觸者咧係留樣本，但你唔需要將佢檢疫嘅，但起碼你14日內同佢做2次。舉個例啊，譬如入境處或者海關啦，咁而家嘅機場都已經冇咁忙咧，佢哋會唔會有人手可以借到出嚟？就上一啲短嘅課程咧。